so many other radio stations streaming their program, and institutions start to stream their concerts and opera performances themselves, so they don't need any more radio station maybe. So this is the problem we have to face with. 在讲忠诚度，你一定有品牌，你才有忠诚度。你没有品牌，你没有忠诚度。你一定要从国外打回来建立品牌，对国内的观众，你就要创造明星效益。交响乐团的明星是乐团本身，它的品质好，观众才会有忠诚度。其实我很强调的是观众进场之后的这个体验，我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其实都是体验。但是这样的一些非常美好的这个体验，其实我们以前并没有带给消费者。我们以前带给消费者的，只是跟消费者讲，赶快来看我打球，因为我要打赢给你看。南美国桃园队带给大家的是一个超越胜负的感动，把这个球赛变成一个秀的概念在做。他其实他的竞争对手是来自于电影院，来自于儿童乐园，来自于游乐园，来自于任何的娱乐事业。为什么消费者他今天不愿意去带他的小朋友进到棒球场，而是带他的小朋友去六福村？我们要去把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把它思考出来。研究数据来看，我最大的观众群是在阅读，好，所以我做了很多跟阅读有关的音乐与朗读。我们要营造的是一种共同的经验跟记忆，那这对观众来说其实是非常好的。大家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是如何用不一样的创意来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We have one event, but I think 8 or 9 ways of bringing it to our audience. So this is how we try to bundle to be really a multimedia company.现在这种资讯爆炸的时代，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 follow 他们，要么就是忽略他们。你跟观众的行销之前，你一定要先对内行销，你要让你的团员知道，让团员跟你站在一起，让行政跟你站在一起，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在座的各位，你们也是英雄，是你团队的英雄。所以以领导者，你适时的要让你的英雄让别人看见，因为这样子的同理心，让你的团队会跟你站在一起。